天蝎座会控制狂的部分，应该是对于别人的思想的部分。思想控制有非常多，真假的？非常多。嗨，你好。嗨，你好。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星座男孩化妆。你是什么星座？我是天蝎座。这不会很吃力啊，的确心机很重。所以你看背后怎么样吗？不会，我们不是那种心机重，除非是真的很讨厌的人。我们不会做的那么明显的去捅人家刀，但我们会做到让别人去捅他刀这种事情。对啊，这种才是心机重。不会啦，我们很和善的，大概。这是要两个一起挤吗？用的，对，因为我这个是美白的精华，我很需要。我最近刚去海滩那边晒黑了一圈，这有非常多，非常多。等一下，我想一下、哦。就说曾经有人在我后面谣传一些比较不是事实的，然后我就开始，好，既然你要这样的话，那我就给你改正。然后就开始也在谣传他的东西，那就是谣传，但就是会让别人对他观感不好啊之类的这种话。是以牙还牙，因为我根本没有做过那种事情，然后他却这样子，那会让我超级生气。其实天蝎座不记仇，应该是说记性好。记性好可以这样说，是好的话，其实我们就会对他很好啊；如果真的不好的话，我们就会对他很差，很可怕的差。但有时候记性不好。真的会，你是不是跟天蝎座吵过架？你为什么这么了解？真的会这样，真的会这样。要做怎么样的事情才可以吸引天蝎男的？天蝎男哦，想一想，你要吸引到天蝎座男生的话，可能就是你要保持你的个人特质，还有一些的神秘感。那他对你有好奇心，这很重要。对，会比较难，很难。他会喜欢把自己事情比较藏在心里面之后，然后又希望能够遇到一个，就算自己不讲，然后也可以从一些小细节发现自己心情不好这件事情。但其实这通常不太可能。所以你觉得你自己在感情中是一个控制狂？应该不算吧。但说真的，天蝎座会控制狂的部分，应该是对于别人的思想的部分。会，我们会，没有，就是会希望对方能够跟自己想的一样。然后如果自己对方没办法这样跟你自己想的一样的话，就会有点想要改变他的想法。我们没有控制，我们只要改变。我们没有控制，我们只要改变。独占吗？独占会，这一定会，因为天蝎座的自尊心很强。然后他就会可能，如果你跟对方有说有笑的话，他就说啊，你跟我没有有说有笑吗？所以他比我好嘛之类的这种想法，但他不会讲出来。那是不是会有双标？双标，我觉得不如说，譬如，想一下啊、哦，绿色，没有，因为会啦，这多少会有一点，不要戳这么心坎里，有啦，真的有。知道怎么用？天蝎座第一名，对不对？没错，我就知道，没有，因为通常一开始都会先稍微淡掉一点，那到之后可能会让对方察觉出一些问题，然后才会知道怎么提出这个分手这件事情。所以你不会突然就消失？不会，你绝对不会。不会，除非对方对自己来说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存在的话，那才是。不想面对这件事情真的会发生的，面对那些麻烦啊，或者是分手后会哭啊之类的。那如果真的不行，他觉得没办法，就这样放弃。就是我就来。对，就是我就来。等一下这个要怎么听？
好香哦。那你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一下天蝎座？一句话嘛。对啊。敢爱敢恨吧。就是如果别人对你好，那我也会对你好。然后如果对我不好，我会对你更不好。